庆音乐会晚间节目隆重开演。有咱的大家长哈，啊，有看见了我们的乡长，以及呢咱的管理员龟，谢谢我们乡长的大驾光临，啊，也看到呢哦，我们议员的这些助理哈，哎，特地来莅临我们今天的现场，伊曼干呢，李家呢，马赞霞哈，啊，代表呢咱的管理员龟，然后安江，咱的注意一个管理员龟，亲亲感谢呢咱贵宾和朋友，大家伊曼干呢报驾光临，来给咱参幕哈，天谢师，恭祝呢咱的五山罗富哈，咱的陈水圣诞前秋，出来个举办咱的平安喜。来个扣小新闻的小心机，那么来感谢呢，咱今日主办单位嘉义当首长遇到咱的议员许志豪议员，船长咱的许志斌村长，许高原代表，还有咱的环境咱的主委，咱的卢全生卢主委，副主委柯金才，林章董事长，许定华董事长，咱的柯玉典当首长，柯鲁中当首长，咱的许金山董事长，朱义雄董事长，咱的干事许龙春干事，咱的许明忠。董事长许明标董事长，感谢咱的荣誉主委蔡正勋董事长，顾问咱的朱文虎朱顾问，感谢咱的巡驾股长，咱的巡驾组长许国敏组长，前代表咱的许良清代表，感谢呢咱的常务委员许良邦吼，干嘛啥常务委员，感谢委员林汉松董事长，咱的柯志强当首长，许庆堂董事长，许永生董事长，许文志董事长吼，以及咱的许文良董事长。许新凯董事长，感谢咱的下次当首长，以上来给他安排呢，赞助咱的平安旗来个扣小新闻的小新旗，咱直接呢嘛要来个祈求咱的进行，是否保庇咱的下次当首长，这条平安旗呢来个开偌济，来进行呢是否保庇，坦荡啊千千万万倍，开袂完又袂济，客家事拢总会当一个当归一个吼，来讲话紧紧吼，咱伊妈干的下次当首长，足刚开钱哦，安排咱的辣妹非常的济位，再讲讲讲紧精彩画面，辣妹剧团。手出来个做进行，阿未开演进前，你咪依照惯例，介绍地名、情况、无影响，遇到咱备团探视哦。咱阿啰嗦来精心策划，来做咱的大事。花车无啦，电脑就是大乐队。我想讲你无听。